两队接下来要玩的是埔心牧场非常有名的赛金猪。怎么玩呢？要告诉大家比赛规则哦，就是呢，待会我们现场会来五只小猪，然后呢，大家可以观察一下他们的面相，看谁可能会跑得比较快。五只里面有花木兰吗？有，最快，又这一只破纪录的猪。然后呢，这五只小猪啊，大家都有一票，而且呢，不是只有选手，包括我们的领队啊、经理啊、随队的教练呐、啊，也都能够有一票。然后呢，只要呢你预测正确，第一名的小猪就可以得到10分，第二名的小猪可以拿到3分，第三名拿到1分，整队预测的成绩加总起来，分数比较高的那个队伍就是获胜方。哦，那如果获胜的队伍可以获得什么奖励吗？我们今天来到牧场，当然就希望让大家在蓝天白云之下可以吃好吃的，所以呢就可以拿到埔心牧场的冰淇淋。是的，哇！接下来我们就先来观察五只小猪的选手吧。没关系，没对对对，分散分散，以防万一。我觉得蓝队吧，对，还是要分散。我来压哦，快快快，是蓝队。分散，可以，快快。我这样，谢谢。分散，好，我还是这样子分散点。下好离手了，好，你要放下投机。对，他是记住有队，对，赌运气。如果全部的压同一个鸡蛋，好，对对对，分散。我先选一个，好不好？其他人再选，我就赌压。我也要先选。其实绿色蛮有潜力的，他蛮有潜力的。对，因为跑完一轮了，绿色他也累了。好，没有要蓝色，没有人没有选蓝色，蓝色也是要分散分散。我直觉红色，红色，红色好了，红色好了。一二三，一二三，好了。准备啊 ，rapid， 好来 ，one two three， rapid。我们全明星运动会呢，已经播了3季了，都是播选手。我们第一次是播猪在跑步，对，整个跟播30年的体育了，有播过猪吗？没有播过猪赛跑。而且这个时候呢，已经下注完成喽，我们要进入小猪赛金猪的比赛了。来，赛金猪的比赛开始，栅栏已经开始了。红色的还回头看了一下，好，现在往前冲刺，往前冲刺。可以看到啊，他们呢现在这个有在全部都挤成一团，也没有人了，特别的胜负欲。哦，蓝色的，蓝色现在是一马当先，不，一猪当先呐。应该这个是黄木岩，因为他跑得特别快。对，黄木岩呢是100公尺的大会纪录保持人。黄色的现在四平三飞，我发现绿色的有在配速，快马加鞭，不是是快猪加鞭，且上坡上坡，现在好冲刺，准备冲刺，准备冲刺，现在距离30公尺就要抵达终点了，蓝色的猪还是一路领先，然后绿色猪第三名，经过这个上坡的桥之后，最后抵达终点。进行赛金猪的颁奖。那刚刚的结果呢？第一名是蓝色，第二名是红色，第三名是绿色，第四名是咖啡色，第五名是黄色。不过我们刚刚有讲到，虽然呢第一名的小猪穿的蓝色的衣服，但不代表蓝队就是获胜的，还是要看谁的预测比较准确。是的，蓝队你们预测蓝队的这也并不多，不过我们已经统计出来最后的结果，蓝队总积分是33分。那红队的部分预测怎么样呢？可以看到红队的预测是35分，红队获胜。所以
全队可以吃呢五星牧场的冰淇淋。小心啊，前进！还会不能吃冰？一口不行，然后你还不能吃也不行。不然我是歌手，蛮好的，我要好好保护。还好，我是业余歌手。欢迎收看全明星运动会，欢迎运动员进场。然后头脑清楚，头脑清楚，该进攻进攻。我们没有个人，只有团队，这是为现场来帮我们加油的人而战啊！好，比赛开始，红队这边的稍占上风，红队，红队侵占的蓝队已经有人屁股倒地。Yes， 哇，十分，不错不错，有十。见十分大会记录，来一个快攻，这个球对得分，吴尊的把这个球接住，马上攻同一个网，漂亮啊！来个快攻，袜子球成功，对得分，哇！洪平浩出手。本节目由永兴药品冠名赞助播出。